到底那个大的有没有成功去呢？我们来看一下 VCR。我们所谓的圆梦计划，是因为呢，我们两个小姐妹们呢，已经这么大，却还没有拍过一张正式的这个全家福照，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跟我们合照，所以趁现在还愿意黏着我们的时候，赶快来照一下，留下一些美满跟那个幸福的回忆。只要你们两个跟我合照了，今天，那你今天要好好表现，可以吗？哎，可以吗？保证 ，OK。好，可以哦，来喽，三二一。全部一起看我！说就跟你讲了吧，他会做得到的，不用紧张。这句话也给我信心，好像鼓励我说，不管有前面再有什么困难，再有什么阻碍，只要有他们在，就跟你说了吧，一定做得到。Yes， 看我，把你的表情太了，太了。比你的脸有点惊恐。来，你要开心，来亲。没想到。开心。妈妈，你的表情太诡异了。我希望如果在另外一个时空，如果我有头发的全家福，会是怎么样特殊的样貌啊？你就有机会想。我跟你干嘛？因为你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有头发。是啊。你要吹牛。放松嘴巴呼吸。来，好恶心。这一次的这个圆梦计划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在这么好的天气下，这么好的团队，让我们能够享受最好的作品，而且一家人开心和乐，甚至看到我有头发的样子，把我们最好最青春的一面留下来，是吧？对，好可爱。觉得好感动，好温馨哦！就是真的那一家做一件事的感觉，我就觉得。但是假发那段很恶心。对，我也怕。别太多了，太多了。好，连女儿都。对，因为Po哥自己还不知道最后选的哪一张。对对对。所以我们来一起揭晓，一二三。哇！好可爱啊！哇！手牵手，头叠，很 Q 哎，头这样叠一排的哎。想到，就是他们笑了，哦，笑了。就很童真那种感觉的，可爱，对，就是留下那个纯真，对，你看你老公都笑哭了，真的，你不要再假哭了。后听到咪咪哭，然后他也跟着，对，我只是刚刚根本没要哭，我不是假哭，哭像男的，就觉得很感人，这一刻很童真的这一刻，好可爱哦。觉得上帝派了两个女儿来让爸爸就是变成一个很有肩膀的男人，不是以前那种。就是对，变成一个好男人了。对，就是完全也让我爸妈放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全家福完全满足了你们的圆梦的心情。但其实就是还是有一个，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我们那个婚礼没有完成，对不对？哦，婚礼没有完成嘛。你不会又闹了一票人要进来？没有，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那时候没有做婚礼，然后现在我想。我两个女儿，如果她随便就登记，就说我们结婚了，也不要办任何婚礼，不让我这个老爸牵着手，让他们走入红毯，对，亲自把我女儿的手交给她，跟她训个几句，跟她讲说你要以后要好好照顾她的话，我觉得我会很气，很气，而且觉得人生少一块，因为就是做对，就是做女儿的爸爸，有女儿的爸爸那种心里的一块缺憾，我觉得女儿也缺憾。然后爸爸也缺憾，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我不能接受。是，所以今天我希望小姐不惜力也帮我圆了这个梦。哇！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干嘛啊，波哥？圆了咪咪心中缺的那一块，跟他爸爸心中缺的那一块，就是在红毯上，他没有爸爸，没有可以牵着他的手，没有机会牵着他的手，把他的手，女儿最爱的一个女儿的手，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上的这个过程。我不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成真。我其实不知道，明明就对，很怪。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这位是咪咪的爸爸。哇，你们脱单 ！Oh my god！ 好感人哦，爸爸来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爸爸怎么这样？哦，开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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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爸爸，谢谢。哎，等一下，要爸爸牵你走一段喽。爸爸牵他走一段，然后放下那个。没有了，霍哥，你要在这个角落，这个点点的。阿叔叔，你可以牵那个咪咪。对，你要这样子牵过去。司仪，好，接下来呢就是宾客最期待的时刻了，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门，我们邀请今天的新娘咪咪以及她最爱她的男人由爸爸牵着咪咪进场。咪咪，一步一步，叔叔啊，咪爸爸要把他手中最宝贝的女儿，要把这只手交给未来要照顾他一生的男人。不要嫁，哇，Oh my god！ 来，我们请爸爸把女儿的手交给未来要照顾她一生的男人。那爸爸有什么话要说？爸爸有什么话要对 Paul 说吗？好好照顾我女儿。哦，咪咪是爸爸唯一的手中的掌上明珠，接下来就要交给 Paul。Paul 有什么话要来对咪咪的爸爸说？爸，我知道咪咪是你最心疼的唯一的一个女儿，千不舍万不舍，就好像心头割了一块肉，然后当年没有让你走这一段，今天希望能够借这里能够圆了这个梦，然后这几年来我有一直在成长，也谢谢你把咪咪交给我，我会好好照顾她，然后也会好好照顾我们的你的孙女，你放心，我一定会自己不吃饱也要让他们吃饱，自己难过也不会让他们难过，自己受寒也不会让他们受寒，因为他就是我的一切，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他，谢谢爸爸把他交给我，你放心。阿哥好，喂，好稳的。从此之后呢，就有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而 Paul 就是未来也会多了一个爸爸，而咪爸爸也多了一个儿子，从此以后过得幸福快乐。那我们请新郎新娘继续。你现在要入洞房了。爸爸要跟咪咪讲一下，对，他在玩鸡蛋的游戏。你要求婚啊？对，炮哥补一个球啊！哇，咪咪，虽然你二十几岁就认识我，然后什么都不知道，懵懵懂懂的年代就嫁给了一个，就认识了我这个大老粗，然后陪着我，没钱一路没钱，然后说卖面线也可以，到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女儿，一路上。不管我怎么的抱怨，怎么样的苦痛，都会有你在我旁边。那我希望这份心、这份情能够继续下去。我会变成更好的男人，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成就我的另一半。希望以后一直继续下去，我们一起牵手到老。你愿意今生当我唯一的新娘吗？侄子接受你的新郎。来宾献上最热烈祝福的掌声。没关系。哇，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啦！怎么场外哭成一团啊？好感人，谢谢谢谢，没想到你们真的找爸爸来，谢谢谢谢。所以爸爸是应该已经在睡觉了吧？现在？对啊。而且爸爸现在在淡水，谁带他来的？爸爸谁带你来的？还是来的啊？你自己开车？喂喂喂喂！一秒打回现实，我回家来啊！等下，爸爸，讲真的，当时你女儿要嫁给他，然后什么也没有，办婚礼也没有，求婚什么都没有，你心里怎么会觉得放心把她交给他？我相爱啊，没办法。那你心里有没有很讨厌他？有。我好害怕，爸爸身材比我好，倒三角。所以爸爸，你是到什么时候才接纳这个男人？结婚吧。结婚。结婚后。生小孩之后。有孙女出现吗？对，孙女很好，对女儿也很好。哦，就慢慢发现他是个好男人。照顾家庭。嗯。所以今天在重现那个当时没有做到的求婚跟走那个红毯。
爸爸心里有没有很感动？有，有没有圆梦？可是爸爸，你跟 PO 一样哎，你们俩都是干眼症哎。太开心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第一次能够这样把两个梦一次完成，在这个节目，我真的太开心，太开心，谢谢。你应该此生无憾了吧？真的无憾，应该会哭得出来。你刚刚都没哭，欸、我们两个哭成这样，真的哎，真的花，连拍一拍都哭了，你也哭了吗？啊？你也哭吗？没有，我流鼻水。真的？那等一下一个人开车回淡水会不会很寂寞？妈妈有跟你来吗？没有。妈妈没有跟你来。妈妈不跟你来，天哪！为什么妈妈不来？顾孙，顾他弟弟的孙，那个弟弟的女儿。那你还爱你太太吗？当然。喂，对，好调皮啊，真是小调皮。竟然防守这么成功。太险了，我感觉。这么厉害啊！当然。好了，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好棒好棒。是一段关系很容易会让你感到失望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很难哎，像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好了，已经交往六年了，对我来说是生活的小细节，比如说做家事这部分。那我现在这男朋友就是让我觉得说，哎，这方面做得不错，他会做饭啊，做菜，还会扫地、倒垃圾，什么小都会做。对，他很棒，因为高大哥之前是都不做的。那他现在还会就是因为交往久，有时候会忘记什么耍一点小浪漫啊，嘴甜啊那些的，现在还会吗？我其实是本来就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那其实呢，他。哎，怎么讲，真的是我觉得说男人久了以后就像你讲的嘴巴不甜。跟他一开始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他会说啊这样子啊，你身材很好啊，对，皮肤超好的，对，那真的久了以后他就是真的开始了，他就说哦，你现在哎，我们是不是最近那个饭局太多了，哎，你这样子枪，对，他会这样子维持得这么好哎，没有，其实我们交往到后来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失控。那加上我的男朋友他的职业，因为他是机长嘛，那他当然就是都是空姐，对，职场上都是漂漂亮年轻的那种空姐。那我在失控的状态之下，其实我也会觉得说我好像自己没有说做得很好。其实我很喜欢他简单粗暴的这种方式，就是他直接会这样子捏我的小赘肉，还有叫我上体重机，好残酷哦。然后他还会买衣服给我，他直接买 M 的或 S 的给我。他也把你逼太紧了吧？我要把我之前没有说把自己顾好、很失控的状态给大家看一下，有照片是吗？对，有照片。这是失控状态吗？有线条啊？没有，我的肚子很大。哦，这个还不是很大哎，没有，我跟你讲，这就是小青蛙人，他就说，哎，你这样子真的是青蛙肚，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女生有的时候胖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穿宽松的衣服，对，去遮肚子，可是四肢很纤细，这就叫青蛙人。对，他就说你就变成小青蛙人了。你知道我真的是那一阵子真的很可怕，但毕竟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来说，代谢真的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好，想要只靠运动，然后控制。饮食来维持体态真的不够哎，现在要带一些小法宝给大家。对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法宝。好想知道哦。对，来欢迎小法宝进来。等等，就是这个小法宝是什么？藤茶胶囊。哦，我跟你讲，这我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我朋友身边的朋友都看到我就说，哎，你也知道我爱喝两杯。我其实之前真的是失控的，我的肚子真的是很大。然后我就是吃这个，然后他就说我们维持不错。我跟你讲，想要维持一个完美的体态，就要用对的方法，而且要健康。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动少吃。对，可是其实不可能，做不到啊，做不到。像这个藤茶胶囊啊，它就是藤茶萃取，它就是有助于我们人体不易形成体脂肪，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它的成分也是非常的天然，都是汉本萃取，就像你用中药调理身体的概念是一样的，适合长期的调理，比较温和。但是这样子安全吗？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天子藤茶。藤茶经过实验研究发现，其中的藤茶素它可以提高我们体内的燃脂素，然后帮助我们达到体脂肪控管的效果。那它虽然藤茶它叫茶，但是它并没有任何的咖啡因，每天吃也不会怕。所以它吃起来成分也是很安全的，非常的安全。对，
因为它有小绿人的标章，可以让我们控管我们的体脂。对，因为有国家级的认证会比较放心。没错，因为它里面的陈皮跟山楂，它可以相互的辅佐搭配。嗯嗯。对，那很多人就说我们去中药行买这些材料回去煮，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有煮过，其实一点效果都没有。这个配方是找到绝佳的配比，它是经过各种验证来的，不是说你这样子随便熬一熬就有了。那你要熬的话，你可能要喝到很多很多才可以达到一样的这个浓度。嗯，那还不如就是每天这样子吃我们有小绿人这个体脂不易形成的这个标章，每天餐后两颗，餐后吃就可以让我们的体脂怪怪的哦。有这么厉害？哇，超厉害！对，是全场年纪最大的，而且皮肤好好啊！不好意思，而且我每次都想问你，你有穿丝袜吗？啊，丝袜是有啦，这是、哦、有、啊，对对。不过我的那皮肤本来就是，你是从脸到身体的皮肤都超棒的。我最骄傲的其实是我的这个腰啦，有。对，我觉得这个好扁儿哦，这样子像青蛙吗？应该是25左右，甚至不到。怎么可能喝酒会有这种腰啊？对，我有喝酒，天像韩竹。这么美的美女这样称赞我就很开心。没有没有，这真的每个人都觉得有钟姐超赞的。对，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状态变好了，我们自信心自己也很好，我们就不管另外一半到底是怎么说我们，对不对？嘴巴不甜我们也不 care。他现在应该变超甜了。他每天就怕我自己出去玩，好不好？每天开始担心了。嘴巴不甜，我们也不 care。你现在真的是太漂亮了耶，对不对？那名牌反过来你会 care 吗？不 care， 也不 care， 很漂亮。腰瘦最重要，对，腰瘦最重要，对不对？有效哈，体脂。体脂很重要，要控制体脂。很棒的分享。好不好？今天我觉得真的两组都是真的有圆梦到，而且就是打从心里的觉得说，比如说可以放松一下子，回到那个时期。然后刚刚这段真的是哇，好感人哦，全场哭成泪人鹅，哎，真的太感动，谢谢你。难忘的一天，这个生日过得值得吗？这个生日好吗？对，这是生日礼物。然后又是真的就是全家一起，就是一起，然后大家就是很紧密，全家，然后大家在我在乎的每一位就觉得哎很棒，嗯，那希望你们真的都可以健康。我觉得我参与到，我觉得很感动，嗯，那你哭惨了，对啊，对，感谢，恭喜恭喜，圆梦成功。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